婚姻观到了市公所偏预算2900万，要伫个国川里72个所在来安283支的路口监视器。每一组的监视器除了有车牌的监视系统之外，也可以随时跟警察局来连线。一来希望可以有效来减少到窃盗的发生，二来若是发生车祸，也可以提供警方有效的资讯。有安心的监视器，好在地人更加安心。无论是社区治安，还是发生事故的时，也可以提供画面给警方做办案的参考。以前这吼，迄十字路啊啥吼，足侪车祸的哩，吼啊，查得嘛侪啦，因为这个小巷子吼，今仔查得较侪哩啦。为了将道路车治安佫升级，今年道路市公所编了2900万的预算，其中云林县政府嘛补助600万，伫市内各村里。总共72个所在安监视器。啊，有遇到任何的车祸事故哈，或者是宵小窃劫哈，我们都可以很明确的啊，把监视器调阅出来哈。透过车牌辨识系统，会使将经过车辆的车牌做一个记录，不管是方便警方办案，还是提升市内治安环境，拢有帮助。